刚才大家听经课嘅时候咧，有冇听到有两次提到圣父、圣子、圣灵啊？分别系哥林多后书同埋马太福音嗰两段。点解会系呢个经课呢？因为配合咧今日咧系三一主日。三一主日咧其实已经喺大概七百年前咧已经放咗喺教会年历里边噶啦。佢嘅目的咧系要纪念三位一体嘅教义。今日嘅讲题三一万能盒咧，阿高牧师一听咧就知道系某套日本漫画改编嘅动画卡通电影嘅电视剧嘅名嚟嘅。佢就留意到，喂，你个英文题目好似唔同咗咁，因为嗰个原本系日文嘅题目嚟嘅。三一万能盒咧，佢有三架飞机组成嘅，然之后咧就合体。嗰三架飛機咧，分別咧就係空戰機、陸戰機同埋海戰機，就涵蓋咗三個領域。今日我想借三一萬能盒呢一個題目咧，嚟到去睇下我哋所相信嘅三一上帝，佢點樣涵蓋另外嘅三個領域。三一主日究竟咩意思咧？咁信義會嘅監督張濟環牧師咧喺教會年曆實用指南里面解释，他说我们认识的三位一体上帝解答了我们人类三个必然会问自己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从哪里来的呢？第二个问题是，我怎样过一个清义的生活呢？第三个问题是，我的将来会是怎样的呢？这三个问题其实涵盖了三个的时空的领域，分别是过去、现在和将来。我想我哋一齐用今日嘅经课呢四段经课嚟睇下咧，三一嘅上主点样涵盖呢三个唔同嘅时空，而又同我哋有关系嘅。首先，让我哋思考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系，我从边度嚟嘅？呢个好自然咧，令我哋去问一个过去嘅问题。我哋回望过去，我哋试下喺《创世记》第一章第一节至到二章四节嗰度咧，寻找一啲启发。呢一段经文非常之长，刚才大家已经听过啦，系咪啊？咁我哋唔再读多一次啦。希望大家仲记得。大家有冇留意呢段经文嘅最后一句啊？你试下睇下最后一句啊。前面嗰啲你可能好熟噶啦。第几日创造乜嘢？最后一句咧，和修版嘅翻译咧就系咁讲，佢话咧，这就是天地創造的來歷，這就是天地創造的來歷。來歷這個字呢，有好幾個翻譯的，它可以翻譯為後代、家譜，來歷當然其中一個啦。所以呢，你在創世記裡面呢，這是什麼的來歷呢，這個格式呢，其實你會見到很多次的。例如呢，你在六章九節呢，你會見到這是挪亞的後代，後代這個字即是來歷啦。第十章第一节咧，这是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然之后咧，去到第二十五章十九节咧，这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仲有其他嘅。创世记呢段经文讲创造嘅过程，引起咗好多嘅争拗同埋即系科学冲突啊咁样嘢。啱啱呢几日咧，其实我哋喺学生嘅夏令营，在薄扶林相见营那里进行的，那我今早出来讲到，所以我就没有跟他们一起，他们今早应该完了。有一位不是基督徒的同学呢参加了这个营，于是呢其中有一个话题呢他们可能呢都在看现在的直播都不定的。有一位同学呢就他不是基督徒，于是呢他呢都轻轻地跟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究竟那些第几日那些呢怎么解释呢？我相信呢圣经或者人類咧，我回答佢。人類要問一個問題，就係人類始終都會問，其實我哋係點嚟嘅？唔係我爸爸點嚟啊，我媽媽點嚟，而係一路問上去，我哋係點嚟嘅？世界萬物係點嚟嘅？所以咧，聖經呢一度創世記作者想講嘅咧，就係嗰個天地嘅來歷，天地萬物嘅來歷係點嘅咧？咁其實來歷係咪重要呢？即是人类问这个问题是不是重要的呢？但人类又禁不住问这个问题的。有些人觉得其实不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听过齐宇唱《
橄欖樹呢首歌啊，佢唱出三毛嘅作品《橄欖樹》。如果有個人可以唱得好好聽喺度唱咧，真係好啦。咁我就只可以讀歌詞。佢話：不要問我從哪裏來，我的故鄉在遠方。啊，我聽到有呢個旋律出現咗啦，有人吹緊。為什麼流浪？流浪遠方，流浪為了天空飛翔的小鳥，為了山間輕流的小溪，為了寬闊的草原，流浪遠方，流浪。還有還有，為了夢中的橄欖樹，橄欖樹。不要問我從哪裡來，我的故鄉在遠方。為什麼流浪？為什麼流浪遠方？為了夢中的橄欖樹。不要問我從哪裡來，好像很灑脫，是吧？你試想想，你是不是真的可以不停地無根地在漂流呢？你去旅行，去到某個時候，是不是都想回家見下家人呢？有一位寫詩歌的人寫了一首詩歌，可以作為一個回應，都是普通話的首詩歌。他說：不要像流雲流浪天邊，不要像浮萍漂浮水面，他們不問方向如何分辨，剎那間蹤影就消失不見。你可知在那永恆世界，信主的人享受永生無限。你我生命不是雲煙，不是為偶然出現。我在哪裡來的呢？這個可以是一個關乎過去的問題，其實也是關乎一個現在和將來的問題。過去、現在、將來其實不容易割斷的。盧雲神父寫了一本書叫做《浪子回頭》，是他默想林布蘭同名油畫的時候的感悟來的。他在這裡默想這幅圖畫的油畫的時候，他發現自己的心靈好像那個浪子一樣，他一直都很想出人頭地，很想跟全世界證明自己，因此他不斷打拼與人競爭，但心靈裡面就惶恐不安、失落、沮喪，他沒有那種活在愛裡面、活在家裡面的安全感，就好像那個離開了家的浪子一樣，在遠方過著孤獨漂泊的生活。他深深渴望能够回家，投靠在天父的怀抱，重寻他的身份，找回他的真我。我在哪里来呢？这个问题不需要关乎地点的，不需要关乎地方，而是关乎归属的问题。卢云后来发现，其实没有离家的大儿子，在家和父亲一起的大儿子，心里面都是好像小儿子一样，没有活在爱里面，没有活在家里面那种安全感，都是好像在远方的小儿子一样，过着那种孤独漂泊的生活。流浪在外的大儿子的小儿子想回家，找回那种在父亲的家里面那种的归属感，在家里面的大儿子原来都是渴望回家，找回那种在家里面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回家和地点无关的，回家正如卢云神父所说，渴望回家，投靠在天父的怀里面，寻找身份和真我。你在哪里来的呢？你回家的时候你回去哪里呢？第二个问题，我们怎样过一个清易的生活，或者简单来说，我怎样过我现在好好地生活。大家都说要好好地生活，我怎样好好地生活呢？我们试试看看诗篇第八篇对我们有什么提示。诗篇第八篇，如果你熟的话你可能背得出，如果不是你可以揭开来看。诗篇第八篇提我们，我们可以从我们怎样去看自己开始。我们怎样看自己的呢？你怎样看自己的呢？第八篇第三节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
詩人提我哋第一，我哋不宜妄自尊大。你試下，而家天氣好好，夜晚望下個星空穹蒼，念天地之悠悠，你都會有一種感覺，人算什麼呢？人算得係咩呢？不過呢，我哋轉下個頭望翻人間嘅時候，我哋望翻其他人嘅時候，我哋就唔甘心，我哋唔算得係啲咩嘢，我哋唔甘心。所以人往往咧唔接受自己不算什麼，於是咧往往咧就傾向於妄自尊大。相信大家都同意，妄自尊大唔係一個令我哋過得幸福同埋快樂嘅生活方式嚟嘅，唔係一種合適嘅清義嘅生活態度嚟嘅，往往反而造成災難同埋悲劇。你記唔記得好耐好耐之前嗰套電視劇《秦始皇》嗰首主題曲，對呢一種狂傲嘅表現描寫得非常突出。佢話：大地在我腳下，國計掌於手中，哪個再敢多說話？呢啲妄自尊大嘅人，佢點會俾其他人說話呢？所以秦始皇做咗啲乜嘢啊？佢咪燒曬啲書咯，冇燒曬。佢燒曬其他國家嘅史書，留翻秦國嘅史書冇燒曬。佢咪燒曬嗰啲《詩經》啊、《書經》啊嗰啲諸子百家嘅書咯，冇燒曬。佢留翻佢宮廷裏邊博士嗰啲留喺度，民間嗰啲全部攞出嚟燒曬。秦始皇呢首主題曲接住幾句就係話：二平六國是誰？哪個統一稱霸？誰人戰績高過孤家？稱霸顯戰績，一將功成嘅代價係咩呢？你知唔知喺烏克蘭最出名嗰個戰場喺東部叫做巴克穆特？你知唔知咩人喺度作戰啊？俄羅斯僱傭兵嘅首領普里戈任喺5月24日對傳媒表示，佢嗰個僱傭兵集團雅格納集招募咗50,000名囚犯去嗰度作戰。你唔想坐監去打仗，當中20%戰死，然之後佢個僱傭兵嘅合約兵咧都有10,000人戰死。不過佢話：我哋都唔死得多，因為烏克蘭嗰邊死得仲多。佢50,000人死咗，5,000至7,000人受傷。呢一位僱傭兵首領對傳媒抱怨話：戰爭突顯咗社會嘅不平等，窮人嘅兒子嘅屍體從前線運翻去，精英階層嘅孩子則喺陽光底下搖著尾巴。呢一啲狂傲、自尊自大嘅態度，往往唔單止唔能夠帶嚟一種清義嘅生活，係帶嚟災難。但係詩人又提我哋，雖然係不宜妄自尊大，但係都不宜妄自菲薄。點解呢？第8章第4節，佢話：係啊，人算什麼？但係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人雖然渺小，但係佢係上帝顧念嘅對象嚟嘅。第二節，你因敵人的緣故，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人雖然好似嬰孩咁軟弱無能，但係上帝卻在這些軟弱無能的人那裡來到去幫他建立自己。第3、第5節，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人雖然是不算什麼微小，但是上帝仍然賜給他身份和位置。第4、第6至第8節，你派他管理你手所做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
呼应翻创世纪嘅使命。人虽然唔算得什么，但系上帝仍然委以重任，仍然对佢委以重任。人类不宜妄自尊大，所以但系亦都不宜妄自菲薄。咁样人应该点样生活呢？人应该点样睇自己呢？写创世纪释经书嗰个旧约学者邝炳超，他认为人既然是被上帝所重视和所爱护的，人亦都应该重视和爱护自己。人既然被上帝所尊重的，人都应该尊重自己。所以他叫人哋，你应该生活得自重自爱。他说呢，自重自爱的人呢有几项的特质，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的。第一，他们会感到自由，他能够欣赏接纳自己，他明白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所以他愿意接纳自己的缺点，亦都能够欣赏自己的优点。第二，他们有信心，有安全感，不用成日在这里跟人家比较。第三，他们懂得健康去爱护自己和照顾自己，他不会为了讨好人而令到自己心里面充满着憎恨和委屈。第四，他们乐意接受赞赏，他们轻轻讲声多谢。第五，他们常常是好的父母，因为他们能够接纳儿女的优点和缺点，尤其是在儿女做得不好失败的时候，不会令儿女成为了他长存的自卑和羞辱感。第六，那人都喜欢跟他们一起，因为他们不会太敏感，还有他们懂得开自己玩笑，也都接纳人家那些无伤大雅的玩笑。我们怎样过我们现在的生活呢？怎样过一个清易的生活呢？在个人层面，诗人提我们不宜妄自尊大，也都不宜妄自菲薄，合适的是自重自爱。但在群体层面又怎样呢？我们看看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有什么忠告呢？13:11，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他这样说，他说没了，即是完了，就嚟讲完啦，咁其实我就嚟讲完噶啦，就嚟讲完啦，弟兄们，愿你们喜乐，要追求完全，要接受鼓励，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慈爱和平的神必与你们同在。你见到保罗劝喻哥林多信徒，第一要同心合意，第二要彼此和睦，点可能呢？怎可能同心合意呢？怎可能彼此和睦呢？大家经历了过去那几年，你都知道这么小的地方，几百万人都没可能的了，是不是？怎可能呢？现实是什么呢？现实是一人有一个梦想，两人热爱渐迷惘，三人有三种爱，就各自找理想嘛。怎可能同心合意的呢？世界充满混乱和冲突，彼此和睦是怎样的呢？有人就语带讽刺地说，哦，要同心合意啊，那你消灭那些不同意见就可以同心合意咯。要彼此和睦啊，要强力压制，那大家就和睦咯。有一位校友，他离开香港进修，他读的课程的名称就是冲突与和平。他曾经去卢旺达那里工作，我问他推动和平的工作情况如何啊？他说非常艰难，不过这个世界上却有不少人继续在做这个艰难的工作。接下来下个学年，他又将会继续回去学校进行他这个冲突与和平的博士研究。追求同心合意，彼此和睦，或者我们未必能够放在内容那里，就是说我们未必能够放在所有人都同意同一个内容，或者要所有人都遵守同一个规条那里。如果不是着眼于内容，那我们可以怎么呢？现实是不同，接受现实是不同的，然之后我哋咧喺度培养
我哋点样能够迈向同心合意、彼此和睦嘅态度同埋价值观？喺呢一度，保罗提出咗呢一种态度嘅基础。这个基础是关乎我们怎样看其他人的。我们再听一次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最后忠告，就来完的了，弟兄们，写完了这封信，你听不听他说什么？弟兄们，即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在哥林多前后书，保罗力证自己是使徒，是吗？他力证自己是真使徒，他说我是你们的属灵父亲，但是到最后保罗说，嗨兄弟姐妹，保罗到最后他告诉大家，我们是兄弟姐妹，我纵使有很多身份，但是我和你一样都是兄弟姐妹，兄弟姐妹之间是我们最基础的身份，最基础的身份。我们互相称为兄弟姐妹的时候，我们会意识到我们是平等的。我们互相称为兄弟姐妹的时候，我们是意识到我们是同根同源的。我们不是互相排斥的异己来的。人类要平等看待是非常之困难的。这个是事实来的，人人都想自己高过其他人，人人都想自己优越过其他人，那些民族总是想自己优越过其他民族的，他总是想觉得自己是劲过其他民族，所以他一系就要操纵其他民族，一系消灭其他民族，人人都想自己是优越一点的，那怎么算好呢？圣子耶稣基督为世人做了个榜样。保罗这样讲，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同等，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圣子耶稣基督为人类做了一个榜样。对于第二个问题，我怎样过一个清义的生活呢？保罗给我们的启发是互相视为弟兄姊妹，这种平等的态度和价值。最后我们怎样过我们将来呢？或者我们将来会是怎样的呢？让我们用马太福音28:16-20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马太福音第28是完结的时候，耶稣进前来跟他的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哇，正。那既然赐给你，你一定知道我将来怎样了，是不是？我们立刻问前程了，耶稣，那我将来怎样啊？那我们将来怎样啊？但是呢，耶稣没有揭示他们的个人前程是怎样。你见到耶稣没有回，即是他们没有问，不过耶稣没有说他个人的前程是怎样。我们都很想知道我们将来是怎样，但是往往呢我们又知不晒。你记不记得以前有一首歌呢，是叫做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他翻译了中文的歌词大概这样说的，他说，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我问妈妈，我将来变成怎么样子呢？我会变得漂亮吗？我会变得富有吗？他这样回答我，顺其自然吧，该来的总会到来，我们无法预知未来，顺其自然吧，该来的总会到来。然之后呢，最后那节他说，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问我，我长大后变成怎样的人？我会变得英俊吗？我会变得富有吗？我温柔地回答他们，顺其自然吧，该来的总会来，我们无法预知未来，顺其自然吧，该来的总会来。耶稣没有预告前程，只是告诉门徒听你们应该做些什么事。他说，你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耶稣的应许是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你记不记得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讲自己离开，然后说圣灵保惠师会来，我常与你们同在，圣灵保惠师来常与我们同在。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有一个诗人写了一首诗叫做我知谁掌管明天，我想用这首诗来到去这首诗歌来跟大家一起作为今日的结束。如果你懂唱你可以自己哼下它。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每一天只为主活，我不借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或不晴朗，我不要为明天忧虑，因我信主的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前面路程。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最后那段，我不知道明天将如何，或遭遇贫苦饥饿，但那位看顾麻雀者，他必然也看顾我。他是我旅途的良伴，纵遭遇各样灾害，我救主必与我同在，他宝血把我遮盖。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